你要吃凉粉还是凉面？不用请，我自己掏到钱，我请你。不请我吧，我请你吧。你有没有？凉皮，凉面。给我拌都拌一拌，参考参考。啊，三份凉皮吧。啊，三份凉皮。行，我往门口坐吧。里面坐吧。嗯。在车道里面坐吧。不是，弄好了给我放这里好吗？你就放在碗里面。他俩要的，我的一份放这里。不是我这是谁的？这我刚办的。我不是我，你给他吃。啊？给他吃。那我们先这个。那边就行了，是吧？两碗端的直接跟那边。今天请张老师吃一个凉面。嗯。张老师。嗯。你碗里有那么可能吗？嗯。那坐坐坐。坐。嗯。哎呀。嗯。这个好不好吃？这个我从来没吃过。是啊。好吃啊。我觉得应该好吃。你口罩拿下来吗？戴口罩怎么吃？嗯啊。